这是一期水视频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水视频，所以也会很非常的随意。我们现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被某些人威胁过吗？其实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一点，然后大家有很多那种保护嘛，其实并没有危险，因为我讲的是一个行业，所以没有一个个体他有足够的动力去威胁什么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一个事情，他们这个账还是算得过来的。另外，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意外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在乎过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做视频呢，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拿出自己全部的精力跟心血来做的一个事情啊。其实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无常的，我们真的能够拿出来全部的精力来做，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做视频，这个时间可能会非常的短暂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平常的工作就是以一种决生死的态度来面对的。所以说，至于有没有人威胁、有没有危险这种问题，我觉得跟我的视频比起来，有没有达到我内心的标准，有没有让各位有所触动，或者让大家感觉有所收获比起来，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。但是各位一直在提醒，反而我有点紧张了。好，第二问题啊。好，第三个问题啊，好喜欢 UP 主的气质。
这期是水视频啊，所以就随便讲到这里吧。那我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